无论是欣赏音乐会还是音乐唱片，我们都要记住音乐的三度创作属性。如果演奏家只是炫耀自己的演奏技巧，而没有音乐的内涵，那么顶多他只是一个乐匠，而不是音乐家。如果我们在聆听音乐的时候没有全身心的投入，那么我们的音乐将会成为背景音乐，这样的聆听等于是在浪费时间。即使是受过音乐专业教育的人，也不是每一次聆听音乐的时候都会把注意力放在结构分析上，而是用心去感受音乐的流动，从中获得艺术上的美感和享受。